男歌手兼演员的安佑三号出席十年好友的婚礼，并带来婚礼祝歌《你的意义》。当安佑献唱祝歌到一半时，新娘突然拿起麦克风合唱，宁远的惊喜让安佑相当感动。还有一手扶着胸口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心情，感动到差点哭出来，并在限动晒出与新娘素贤的对唱画面，直呼在素贤的婚礼，为什么是我收到惊喜呢？和你对望合唱，你的意义变得更好了，只有满满的幸福，我们保持素贤啊。其实这位新娘是与 IU 合作超过十年的和声歌手，目前正以 WVVE 的艺名活动。这段未经事先安排的祝歌对唱片段曝光后，也让不少网友看完后感动，表示怎么我也跟着哭了呢？